后面就是撞到了那个电动车，然后呢，他们摔倒了嘛，然后呢，那个爸爸马上去，可能去马上扶那个车，就那两个小孩子，然后那个司机可能是想逃跑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进行了二次的，就是又撞过去，然后就把那个老爸给卷进车底。刚才那个风跌了，头先跌了，刚才又干了。